小豌豆进化蚁人豌豆，它厉害吗？有一天，小豌豆放学回家了，豌豆妈妈语重心长地找到他，和他攀谈了起来。我的豌豆儿子，听隔壁猪猪豌豆的妈妈说，你们三年级在举行豌豆变身大赛，据说有的变成了机械豌豆，有的变成了哥斯拉豌豆，有的变成了章鱼豌豆，有的变成了坦克豌豆，连青蛙豌豆也出来了。你的老师刚才给我打电话了，说就差你的变身任务没完成，能不能告诉妈妈你想变成什么样子的豌豆形态呢？妈妈，我的偶像是漫威的蚁人，我希望能变成蚁人豌豆。他们能变身成功，都是因为屏幕前的小伙伴给他们点赞、关注、扣小豌豆加油才成功的，而我都没人助我一臂之力。原来是这样，屏幕前的小可爱也动动小手指帮我儿子一个忙，点赞、关注、扣小豌豆加油。如果他进化成功了，我祝你们期末考试考满分，谢谢你们了。在大家的帮助下，小豌豆的体内感知到了大家的鼓励，一下子进化成了蚁人豌豆。那么这个蚁人豌豆到底厉害不厉害呢？我们让他出征去打一下僵尸就会知晓了。蚁人豌豆是小豌豆的进化体，种植两个可以召唤三排原始豌豆协助战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他们能闯关成功吗？认为可以的扣666。感谢陪伴，我们下集再见。